大家好，我是沈廷恩建筑师，今天来跟大家推荐一本台湾的新的建筑杂志，这一本《石构筑季刊》。我想作为一个台湾的建筑工作者，我每天的期待就是，假如哪一天台湾能够有一本专业的，而且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持续的建筑杂志，我想整个环境，会往不一样的方向前进。所以我想推荐这本《石构筑》杂志，就是我相信它是一本可以让我们所有建筑工作者还有一般大众能够慢下来想想关于什么是更好的建筑，什么是我们的建筑。所以我想《石构筑》季刊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杂志，推荐大家到各大平台、网络平台、书局踊跃的购买。谢谢大家。